前锋，很多人都会怀念恰孔雀少年中的萧子升。普就认为这个时候的前锋才是颜值最巅峰，只是锦鞋明有点放飞自己，以至于一下子就成为了油腻大叔。或许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在感情问题上始终没法突破。其实在娱乐圈，无论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，都应该进行身材管理的。我家那小子节目一播出，大家都被前锋变胖的体态所震惊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一胖毁所有。然而前锋的胖可不是一般的胖，而是发福严重啊。原本挺搞笑挺幽默的一个小伙子，挺喜欢前锋在天天向上的主持风格，他说的冷笑话确实很冷。在电视屏幕面前，以前看前锋是16:9的比例，现在我看到前锋硬生生把家里的电视看成了4:3，这就有点尴尬了，感觉不会再爱了。不过通过节目我们可以看到前锋单身独居，平时要么肆无忌惮的吃，要么就是没心没肺地躺毫无管制，这样都不胖也是没天理了。近日网友曝光了前锋录制天天向上的一组照片，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迷妹看到了前锋，可能瞬间被前锋的颜值所倾倒，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瞬间。仔细看，这是前锋吗？不可能啊，前几天还看到他在真人秀我家那小子上胖胖的样子，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瘦了？难道前锋只是胖着玩玩而已吗？哎，感叹一下，想不到前锋瘦下来之后又重新回到了颜值的巅峰。前锋只是胖着玩玩而已，而我的胖却是一直那么胖，还胖得那么认真。